觉魏子越唱的真的很好。没感觉魏子越一出来跟小孩似的吗？那个小脸还在那坐着罚站，感觉贼委屈，跟那个小孩似的搁那一站。真的，他真的像罚站。我现在脑子里面全是魏子越。他年轻时候更好看。是魏子越，我小时候追星来。真的啊？真的。你追过魏子越啊？不是，就是知道他。我知道他，因为我追那个综艺嘛，他所有那个节目我全看过。魏子越吗？嗯。因为我看的你小时候追过我吗？没有，我追过你啊。他看过他头都不愿意回去瞅你。那你知道甘老师吗？他啊，我哪知道他呀？我以为那个他上热搜那回，我以为就是韩国不有个组合叫 NPC 吗？你是 NPC 还是 NPC？ 他上热搜词条叫啥？我以什么 NPC 鬼屋啊，上热搜了，微博鬼屋 NPC。就是鬼的意思吧，是吧？角色扮演者 cosplay， 就是鬼屋 NPC 啊，上热搜。